高级兽医师，他我想的话，各位就比较了解了，可以说是中国的一把刀。这个潘老师的讲座了，是非常的实用、专业。他的讲座呢，咱们听的时候呢，一定是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里面，可能就包含了很多的知识在里面，所以你漏掉一句啊，那可能那个知识就没有了。我听他的讲座呢，是受益匪浅的。平常我向他请教、向他学习，怎么说呢？在课堂上，我也是要听他的，听的是每一句话里面都有包含了很多的内容。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听的时候呢，一定就是要这样子来听，听潘老师的课。大家手机先关了静音吧，好吧。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潘老师讲座。谢谢侯老师，也感谢在座的这些朋友啊，浪费那么多时间嘛，耽误自己挣钱，到厦门来给大家咱们大家一块聚会。这个大会呢，应该是办的是很成功的，因为厦门这个城市是很美丽的，很多的人呢都是这个城市的这个理解啊，因为它离着什么鼓浪屿啊、什么金门都比较近啊，大家呢不妨抽时间去看一看，玩一玩。我们这个课呢是这样，我现在讲了那么多天的课。经过这两年，我跟台大的叶磊森老师，我们俩也经过不少一些骨科的一些手术，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呢，还是我们俩的论调就是现在一切归零，一切是从零开始往上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大学里边学的这些东西啊，用于我们现在目前的小病的临床，还真是远远不够，是吧？所以说你在现在的临床里边说，你要把你以前的那些知识。有用的你把它吸纳进来，没用的话你赶紧再学。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学里边讲的这些东西啊，就包括在座的，包括我们这些老师，包括我们还有这个下面一些老师，就是大学里边现在讲课就是没有一本正经的犬猫解剖图谱，就是我们解剖老师啊，他没出一本正经的，实行于我们中国的犬猫解剖学，没有，所以我们所要学的呢，还是目前基本上看国外翻译出来的这个东西，或者是台湾那边解剖学。这个呢，我一直都这么说，我说，如果你学的马的那个解剖，用于现在马牛的解剖，用于小动物，有很多它是不适应的，它不一样。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从头慢慢来。今天呢，给大家随便的交流一下，就是长骨骨折的这个疼痛问题。这个呢，骨折手术呢，是我们以后小动物临床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兽医水平越发达，它的内部的技术也就越好。内部的技术呢，慢慢的会取代这个外部的。不是说完全起来，基本上可以起来，是吧？所以说内部病呢，也是我们在骨折上方面的大家一个需要掌握的，需要自己钻研的。只要是外科大夫，你必须要掌握。这个东西呢，不是那么太难，你只要把解剖知识掌握好，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就可以，是吧？所以说内部病呢，像咱们都是欧美发达的国家，是吧？像哪个国家越发达，哪个国家的小动物病床就越高。这个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水平高不高，你可以随便去看。哪个国家越发达，它的小动物的这个医师的这个小动物医师越受尊敬，是吧？
所以说呢，我们中国呢，将来利用我们这几个这次大会的这个平台啊，把这一定要好好把它整好。今天给大家讲的都是比较实用的。硬件方面呢，我们现在的诊断设备包括什么呀？包括你所用的这些东西啊，你像麻醉设备、麻醉药、内分泌器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慢慢的要跟啊。如果你没有好的这个硬件，假如说我没有心动麻醉机，我没有 X 光机，这个手术呢做起来就比较难。首先你没有 X 光机定位，你不知道它是骨折的性质。你只有 X 光机给你定好位了，是什么样的骨折的性质，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样你才能把它做准。还有一个呢，如果没有好的麻醉机啊，不是没有麻醉机，是吧？你光靠药物麻醉，假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做手术，一做到五六个小时的手术，是吧？你任何一种药物麻醉，你都不会维持那么长时间。你只有有息肉麻醉，是吧？就这样才能下去。另外一个收入的问题，如果你的手术做得好，大家都公认你。可以到你这儿来做的手术，别人做不了的你能做，从收益上也是很高的。所以说有时候像我们做一个手术，真的说做个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的手术，那手术应该收费也是很高的，基本上，肯定都是在1万、2万、3万都有，是吧？一个手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做这手术，你心里有底，你能做。另外还有像我们做这手术的话，有好多都是像。国内手术室里边这个麻醉机是吧？还有现在我们，如果你要做定位手术的话，你像做骨盆腔下关节脱位，是吧？如果你这里边你要医疗设备跟得上的话，你做起来很省事很快。像 C 型小 C， 我的医院里有2台，是吧？这个就不用说，我做这手术我就直接像我定位啪一踩，一蹬一打就行了。如果没有，但是这跟你个以后的发展情况，反正我是这么认为，你这个医院你的硬件你的麻醉水平你的所有的这些器械能跟上了，你在你们当地的地方你肯定就会能发展起来。如果你的医院里边到现在仍然什么都没有，你就光靠打疫苗输点药看看小病的话，你这个玩意儿只能维持，慢慢慢后到后你挣不到大钱。你想他做一个手术能够收3万，你看多少病能够到3万，那个你算下来你能有多少钱，多少成本。所以说呢，外科手术呢是我们以后发展的方向啊，所以不是靠我们现在什么细小病毒传染病，随着这个疫苗的这么打的，慢慢这些传染病都会下来，以后的发展方向是外科和代谢病啊，这里边大家以后慢慢从这方面发展。你看现在有好多就是什么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肾病啊、肝病啊，这些都会传染。所以说大家呢要慢慢的跟这些东西吧。现在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学里边这些包括像我们南京大学里面好多包括南京大好多这些大学里边都有一个很好的优秀老师来带大家，大家要跟着学。还有一点，大家在学的时候要注意，在参加什么班，现在这个在中国这种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很多很多，你要看那个老师，那个老师是混的还是在骗还是在什么？有的讲一天课收很多收钱是吧？另外把一天做20多个手术都给你表演完了，哪个你也学不会啊？你要正规的去培训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职业呢，大家一定要自己尊重自己啊，它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职业啊。现在全国比较好的这些动物医院是吧？和动物医院这个内部都已经基本上开展得很好。像北京我是比较了解的，北京的像好多这些这些比较成这个高规模的医院嘛，这个内部的技术我可以这么说啊，基本上跟国外差不多，硬件基本上差不多。但是现在就缺一个什么呢？我们这里边还受政府限制，像中国农业大学要想安一个这种 CT， 那是很难。像在韩国，我们前上个月去韩国去了5家私人动物医院。5家私人动物医院都有 MRI 和 CT， 私人的都有。但是咱们国家里边装一个 X 光机，这种环屏这种就卡死你，那不弄完再发死你是吧？所以这个没法弄，受条件的制约啊。但是像你 X 光机大家必须要有，所以骨科这个器械的目前也是很好，我们国内基本上跟上，
看下边的这个骨骼器械，是吧？这些骨骼器械基本上都能满足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需要，啊，这骨骼器械。但是骨骼器械呢，大家也是，咱们国内的应该是有的是有的厂家的很好，啊，这个器械呢比国外要便宜的很多很多。所以呢，国内的器械这么多器械，大家也自己眼睛呢自己琢磨一下，这个东西，这个器械是这样，它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要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就跟汽车一样，一个奥拓，是吧？跟一个奥迪，它是没啥别，都是汽车，都能开，是吧？但是从质量上是有很大很大差别。所以说呢，大家在买骨骼器械的时候，不要，我认为不要图便宜，图便宜会有报应，是吧？过两天螺钉折了，什么骨管折了，什么没法弄，是吧？这就不好弄，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其实这个骨科手术呢，是我们应该掌握的一个很也是很好掌握的啊，很好。你们以后把这个棘手打牢了以后，做这种手术，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门艺术，就是一门艺术。不是说，我做这个手术我害怕，实际上这个手术你的通路掌握好了就很清楚，就跟我们电脑一样，我们电脑你打开干什么，它有具体程序。你做手术也是同样也是有这个程序，你按这程序走，一步二步三步四步下来就行了。当你做手术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出现问题，结果我们电脑一样，我们加一个插件，它就好，是吧？就是这样啊。以后的这个发展方向呢，就是说，是这样。但是我们骨折内固定成功的一些要点，大家也要注意这个东西，是吧？还是想解剖，我建议大家。在做手术之前，先把解剖看一下，因为这个书，目前我们翻译过来也好，有的老师也出的也好，是吧？都有。你看何老师和我出的那个手术通路，看一看哪个地方骨折，哪个地方晕，把那个通路看好，是吧？这些呢，在做手术当中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要了解骨折的 X 光片呢，可以了解骨折的性质，因为骨折很多种。骨折有很多种，这里边呢，我列举了这么几个，是吧？像横断性啊、粉碎性啊、螺旋性、排放性、干构性，是吧？还有关节骨折，多很多。所以这些你一照片子，另外我们在照片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照骨折的片子必须要照两张正侧位，甚至照三张有一个健康值的一个对比。往往像粉碎性的骨折，它折了。是吧？这腿你照出来折了，但是你一粉碎了以后，这骨骼的这个形状就变了。你不知道它骨髓腔有多大，你不知道它骨骼有多长，所以你照一个正常的腿一比你就知道了。现在比较好的就是像 DRG 机的，我们照完片子以后可以测量它的骨的直径、骨的皮质，是吧？它有多少厘米，我们都能看。然后你在这条腿的这个表尺这个作用下，你把骨板旋好，把骨骼定下。这个呢，比你当时做随便拿一个骨板拿一个螺钉，比那要好使。你拿螺钉很长，是吧？骨板很厚，这个甚至要不就很窄，这样子就不是很太好。所以说我们要照片子呢，一定要照两张或者是三张。你像假如说我们是这种，像这个桡尺骨远端的索尔特骨折，是吧？还有这个膝关节的纵向骨折，如果你照一个侧位的片子，它显示不出来。你只有照一个正位，你才知道它中间有这种纵向骨折，是吧？所以这个照片的话，大家一定要照两张。还有呢，像做手术呢，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习惯，要做术前评估。啊，术前评估，起码像我们医院和中国中医大学医院，还有好多北京的中医院，他做手术之前必须要做什么？术前的评估。包括凝血、血气、血常规和这个生化检查，这都要做。这些东西你不做的话呢，有很多，特别是老龄狗，它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隐患。大家都知道，这个狗为什么说到你医院又吐，是吧？又不吃，是吧？甚至进行了销售，是吧？到你动物医院你去查生化指标，像肾衰这个病啊，尿毒，它的肌酐尿毒量已经到了很高。甚至上千，还有糖尿病这个，是吧？一测血糖到了，是吧？三四十，
这病呢，狗和猫这种动物跟人不一样，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情况。当它到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它这病已经很重，是吧？所以说很重的时候呢，到动物医院一看，有好多我们一看，它基本上到了后期，是吧？所以说狗猫这个，它就一个是对疾病的忍耐性呢，是人的很多很多，还有呢对疼痛的忍耐性也是人的很多。你像我们人的这种长，比如说人这种像我们人的这个长颈鹿，是吧？甚至稍微有点这个肠痉挛，人都大狗是受不了。你看那狗，它肠道也肠梗阻，是吧？甚至肠坏死，它都不大狗，它也疼，它只能在那待着不动，是吧？所以说，疼痛的忍耐性呢，跟这个对疾病任何疾病的忍耐性呢，狗是人的很多。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术前这种检查是必须的，有好多病。我们一查，肾衰，但是肾衰的情况下，你再做手术，你再麻醉，特别是你注射药物麻醉，做完以后就都属于了。多少都有心脏病的，你也不知道，是吧？现在我们那里边做这个做手术之前呢，要加一个，又加一个指标，就叫血压，是吧？血压、心电图要做一下，是吧？这样可以判断是不是心脏病，这可以你自己行。但是我跟你们讲的这个是以后发展的方向。大家必须要这么做才行，是吧？有很多的病例，就是他不做这个生化，我们可以拒绝做手术。按照他在北京我们这样，所以呢，还要奉劝大家，就是各个动物医院的大家要有一个医生，千万不要怀疑你们。假如说在我这做手术花3000，当时做手术500，是吧？千万不要这样啊！大家一定要互相之间把它磨合好，基本上差不多啊，都是这个思路。所以说，各个协会呢，各个省的、市的那些协会。一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还有一个麻醉，刚才我一开始说了，骨科离不开良好的麻醉，是吧？如果你没有良好的麻醉做基础，这手术成功率就下降了，就下降。麻醉呢，还有麻醉这个监护的重要性，大家也要清楚。实际上呢，我这个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道理，你像麻醉手术当中的麻醉监护，你必须要进一台比较好啊，这个监护，因为麻醉监护仪是你的眼睛啊，你可以听，你做手术，你有麻醉监护，是吧？你可以知道，是吧？血压，是吧？二氧化碳，这些都能包括心电图，你都知道。当它出现什么，像血压降低、血氧降低，是吧？这些它告诉你，你可以马上采取一些措施。这狗不会死，如果你没有的话，给你做个这狗快死了的话，你再发现有时候你抢救不过来，是吧？所以说呢，这个麻醉监护的重要性，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去买。这个跟你就是没条件的话呢，也要上一台，是吧？由浅入深，一点点的慢慢来。所以我现在不要求你一下子用一个十几万的麻醉机，是不是用一个7、8万的这个心电监护？不要求，但你起码你得有，哪怕你有一个小监护。也可能，是吧？等你以后运转起来以后，再买好，再买好。像我医院的动物医院现在有10台监护仪，包括住院部都有2台，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是吧？大家呢，这是方向，大家一定要这么做啊。还有一个以后的这个发展方向，麻醉师的重要性，大家可能现在也做不到啊，像。北京的像中国农业大学搞外科搞得比较好的，他肯定有麻醉师。像我们做手术，我们只管手术啊，只管手术，麻师是他们把以前这些东西他们该做的全部，包括麻醒啊，这个麻醒管要诱导麻醉，气管插管，这都是麻师的问题。麻师麻好了，然后准备好了你去做手术，这很快的。一个好的。这个现在目前北京比较好的医院里边，麻师一般的像农大有4、5个，我的动物院里边就有3个专门搞麻醉的麻师，因为手术专，你一天要做一个做几个两三个什么3、4个骨科手术，一个手术做个4、5个小时3、4个小时的话，你大夫顾不过来，必须得麻醉师你看着才行。这个呢，是麻醉师呢也是以后。因为麻醉师还有什么？麻醉师他可以
他只管给你把麻醉看得好，人医也是一样，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吧？你们有的人可能做过手术，做过手术的话，那个麻师是比你的主刀医生都不次。要是给红包的话，他得先把麻师给弄好，是吧？所以大家的这个，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啊，我建议你们要这么往下走下去。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医院的这个麻醉是吧？这个就是下边木村的麻醉，这个呢是韩国的，这个心电监护仪，我用的可以说不是说塞德拜特不好，我用的比塞德拜特要好，用的还好，并且呢，还不贵，所以这种它什么都有，包括心电波什么，这个什么都有，是吧？你只要把它连上，就做你的手术，它都会告诉你。但这种监护仪现在像不带红膜二氧化碳的，应该是它这个级别应该是三万五，其实你有这个三万五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麻醉这个监护仪的话，你做起手术就很放心，是吧？但麻醉机呢，我是这么认为啊，你有条件你可以买比较好，如果没条件的话，你必须要懂得麻醉。因为你买一些国产的，甚至一万的，甚至几千的麻醉机，那个麻醉机，如果你，像我们用没问题，我们有麻师用没问题。如果你没有麻师用的话，这个麻醉机有时候会出问题，啊，它为什么便宜？所以这个就是，麻师呢，它是专门把麻醉记录什么的，它都要记好，几分钟、五分钟，它要记录一下，啊，它记录一下什么样。另外呢，良好做骨折时候，良好的这个 X 线片是吧？你也是一个啊，手术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有时候现在我们大家可能大家都有 X 光机 ，X 光机照出来以后，又没有对比度，又没有清晰度，模模糊糊的，就看这个片子的时候，能够把眼睛弄得累坏了，就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我还提示一点，像我们全国高影像的这么多老师。没有一台 X 光机不能照出一个比较好的片子，都能照出来。但是呢 ，X 光机照的这个平片要跟 DR 比起来，那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呢，如果照不出好片子，是你的技术问题。你调一定要调，肯定你是有问题。像我们以前用十毫安的就那个移动型的十毫安的 X 光机，照片的照度是相当清楚。所以说，奉劝大家呢，还要细心的好好去学，能够掌握这门技术啊。DR 现在呢，是应用很广泛啊，应用很广泛。目前国内呢，很多家的这种 DR 是也都是很好。但是我劝大家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你要有条件、有基础的话，最好是从 X 光机一步就到 DR， 不要到 CR 去过渡。是国外现在的 CR 基本上不用了，跑在中国来的，所以说我们要过渡一下就到了。所以说大家根据你自己条件吧，这个我也不好说，是吧？另外，麻醉手术的成功的关键还有呢，手术的监护要了解全身情况，这个大家都能清楚。还有心率、血压，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手术它提示你，包括是心率、血压低。你做这个监护，血压低了。如果你没有监护，你不知道；你有监护，马上就告诉你，说潘老师这个血压有点低，甚至心率慢，怎么办？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方法。如果单独的这种心率慢，我们可以打一个阿特米，阿特米打完以后呢，他心率会上来以后就没事儿。如果还不行，你的手术室里要长时间的备一瓶这个药，叫多巴胺。你把它配好了，按照我的医生上，是吧？按照配好了，啊，20毫克加上25%葡萄糖，250毫升，拿着这个黑的，就割光的这个布也好什么，你把它挂上，随时发现问题，啪就进到这机上，马上它就好。如果你不管它，它这心率、血压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到最后，等它做手术不出血了。该死了，你再去抢救，那没法弄，你抢救，是吧？如果血压再过低的话，是吧？你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输这个前心电泵，就快速的输液，因为它血压低，有可能是血容量的问题。如果血容量过低的话，我们就输液大，输液量加速，
另外输入牵制电路，他这个血压呢马上就升，是吧？这个意味着这些你在手术当中，我们发现他有心率有血压不好的情况下，提示你了，你这个术者，你告诉他，麻醉师告诉你了，你这个术者就说赶紧打麻醉，是吧？另外一会儿还不行，啊，静脉输多巴胺还不行，再输入点这个牵制电路，但血压你维持住，维持住了以后手术就下来就没事了。要不然他会死在手术上，是吧？这些呢，就是动物医院里面呢，就是说要常备的啊，这个药。刚才我说的前提淀粉是多巴胺，但肾上腺素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在麻醉过程当中，吸入麻醉，除非这个狗心跳什么没有了，一般情况下尽量慎用。用肾上腺素有好多这个狗会出问题，所以说大家，我临床的经验就是。除非这狗真的不行了，快不行了，我们可以心脏注射什么静脉注射推。一般情况下，我们用这些方法，它不行了。因为肾上腺素对于麻醉这种情况下，有好多心律麻醉的时候，打肾上腺素它会死掉。这个大家尽量提示大家。还有一个血氧啊，这个血氧提示。血氧提示呢，我们在有一个做插管的时候，你们要提前要量一下，啊，这个插管有多长，这狗的大小不一样。如果这个狗太小，一般的插管呢，头要剪下一部分，不要弄得很长。另外，插管插的千万不要过深，是吧？有很多插管插的，我们知道，是吧？一下插到这个胸腔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个大的支气管，是吧？是右侧的支气管是靠前的，左侧的这个大气管是靠后的。如果你插进以后，把它的右侧的大支气管给它卡住了，它等于半拉肺在呼吸，这狗呢，手术当中你再怎么调血氧也调不下，因为它一个肺不工作，所以说插管插到胸腔口这个地方就可以，不要再往下插，这个大家要注意。所以说插管呢，一个是，插管不要过深，这个大家要注意。还有一管呢，一个呢就是说，多少公斤的狗用多大的插管，这都是有规矩的，不是说我一个两公斤的狗，我用一个六号的插管，那你只能把气管插破。再一个呢，大的狗，什么二十公斤的狗，我用五号插管，那它养不够会憋死，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多少公斤的狗，你用多少这个多少型号的插管，这是有规矩的，啊，不是说我想用哪就用哪，是吧？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呢贴在你的手术室里边的墙上，做这么一个表，可以。还有一个呢，最简单的方法，是吧？如果你记不住，你拿那个气管插管的那个头的那个直径，啊，那头不是多粗的那个直径吗？你量它的鼻中隔，这狗有鼻中隔，是吧？你拿那管量鼻中隔，这个鼻中隔是代表你这个插管这个直径的，这个也是个简单方法，这个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是不要胡来，不要胡来，这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气囊。我们多少公斤的狗用多大的气囊，是吧？它是有规定的。你气囊小了，这氧气不够，它会也会憋死，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囊呢，要跟你的这个狗的这个体重严格的配合起来。假如说我一个四十公斤的狗，我用一个0.5的这个气囊，那你手术不用做，就是你做了给它麻醉，它会憋死，可能说几分钟没事。如果你时间一长，它就死了，因为什么？因为它，你等于把它这个把脖子给卡住了，它想吸氧气，它吸不进去，是吧？因为你受条件限制，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要也是要知道，要严格按照这种流程去做。这气囊呢，我们如果你以后有心律麻醉机的话，你把这个气囊编号你要记住，这不是也不是，要不然的话，有好多麻醉出现意外。甚至呢，麻醉以后造成的全身的皮下气肿，是吧？手术当中没事，拔了管醒了以后，这狗或者这猫跟这气球一样。因为什么？一个是气管破，再一个呢，还有一点就是做这种用呼吸机的时候，一下把肺打爆。这个呢，就是我们还要讲一个，就是如果血氧低的话啊，我们可以看插管，看是不是阻塞。看气管的情况对不对，是不是过深，找到这个疑点。如果
还有一个，你的眼流量不够也不行，眼流量不够同样也会造成你的缺氧。眼流量不够这是怎么知道呢？我们有一个潮汐量，氧气呢就是潮汐量呢是每公斤它的潮汐量是10到15毫升，就它吸了一口气这个氧的量你算。如果你用吸入麻痹用那个吸麻用呼吸机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有些狗要把自己呼吸打掉，你要用呼吸机来给供氧，是吧？如果这个在你用呼吸机供氧的时候，呼吸器你就一下子，如果你这个呼吸机是吧，你不按照这个呼吸器调它这个氧气的量，假如一个小气阀，我一下子打它200毫升的这个氧气，就你呼吸机就是啪一下子。那肺帮啊，就跟气球一样，是吧？这不在乎你几次，就一下子就完了，是吧？所以这大家一定要在你用呼吸之前，你先把呼吸机先调好，不是说我在麻醉当中我再去调这个呼吸机，那个你很难保证这呼吸机的一下子多少，没法调。要不要么就把那个气管你先拔掉，你再调呼吸机，因为有好多就会造成那种。麻醉完了以后造成这种肺破裂是吧？缺氧气肿死亡的狗很多，这个就是知识不牢固啊，知识不牢固。你要严格的按照这个量啊，按照这个量去算。还有这个气道压力是吧？气道压力是吧？20毫克，这个公斤15毫升，这个大家也都是我们作为麻醉作为外科医生都必须都要什么的啊。还有一个，我们根据骨折的这个性质选择最佳的手术通路。手术通路呢，是取决于你手术成功不成功的一个，也是一个关键。任何一个部位的骨折，它都有最良家的手术通路，是吧？当然我要讲这个，所以说这个手术通路呢，我们大家也要把解剖书看好，把解剖书看好。在我们知道解剖，在知道这个手术通路的时候，我们的切口。能够我们这个切口，能够我们手术通路用的话就可以，不要过度的损伤组织，特别是做骨科，懂吗？你把组织损伤的过大以后，你会出现很多问题。下面我还要讲这些问题。还有任何一个骨折，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你像紧急手术，它包括什么？像开放性的脊柱啊、头骨。为什么说？我们做这个脊柱手术，要求在48小时甚至24小时之内。假如这狗脊柱折了，你应该紧急就应该做。因为什么呢？因为时间长了，脊髓大家都知道，它超过这个时间，它会造成一个什么压迫性的坏死。就说你手术复位了以后，这个坏死神经它也不会修复。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脊髓的这个骨折手术尽快的做，像头部、像鼻骨这已经把呼吸道卡死了，你还不做手，等得2天，到不了明天就会死了，是吧？这根据情况啊，这是属于紧急手术。第二类呢，就是24小时到48小时，像深层板骨折、脱臼、关节骨折，这个呢可以拖一拖，它对生命没有什么危险啊，没有什么后遗症，所以拖一点。可以先收容住院，先做检查，第二天做手术，这可以啊。还有第三类呢，就是3到5日的这个手术，像骨干骨折是吧，骨盆骨折、肩胛骨折，这个手术你拖个7天8天也没事，所以呢，手术呢它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超过这个时间以后呢，有可能就不顺利了。可以说，我们另外还有一点，再稍带再提点，我们现在目前的我们这个职业医师。还有一点就是要做什么，要做一个良好的职业道德，不要去为了骗钱去挣钱，这样你会完蛋的啊。北京就有这样的啊，学历很高啊，就是为了骗钱，大家我说大家都很清楚。那个像椎间盘这个就老龄性的椎间盘，大家都知道椎间盘这种。增生啊，或者什么呢？有好多狗呢，就走路挺好，就是稍微有点晃悠慢，是吧？
这个手术呢，就是说通过各个医院治疗的话，你走路干什么都很好。到那个医院一去，你这个手术肯定能好，必须做手术。啊，就做完手术以后呢，做完了以后第二天就彻底完了，根本就起不来。这系统就饶不了你，他不给你打架，他不折腾你，因为我们要知道，原来除非是像骨折啊，像这种急性的这种，我们都知道这个像摇摆病，是吧？颈椎的这种摇摆病啊，还有这种车撞的骨折，折了，但是折的我可以记住，折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千万不要。它横向的啊，没有完全错开可以。如果说折了以后它已经这样了。这个手术别做，做也好，因为什么？脊髓已经切断了，切断以后你复原位置，它神经不会痛，是吧？假如说它就是错位，那个很好做，把它弄完复原位以后，我用钢板或者用针把它钉好，用污水泥一封，这个基本上都下不了了，是吧？我们做这手术，像一般的这种老人性的椎间盘增生脱出时候，千万你不要惹这个事儿，惹完以后你没法交代，是吧？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这个。还有像这个，咱做这个气管支架手术啊，大家也是跟动物主任讲清楚，不要说我这个手术做了啊没做好，然后第二次再做第二次不做，同样还收了10000多块钱，然后很多人那个人都要把钱骗了，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大家都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你的职业道德。我不会做，我就不会做，是吧？我做了以后有什么后遗症，他告诉你，这跟你没关系。千万不要去骗人，骗人的话会出问题，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下半年我就把这个桡尺骨折尽量的快点讲。桡骨干骨折的手术通路，实际上桡骨、股骨、胫骨、桡尺骨这四个长骨的骨折，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个医师都应该掌握。这个手术是很好的。是很好的，当然这里边还有像关节的骨折，像这个肩关节是吧，肘关节是吧，还有膝关节，还有腹关节，这些手术是不在长骨范围之内，是吧？所以说呢，骨干骨折手术是大家必须要掌握。实际上，如果有灵性的话，一看就会。这里边它取决于什么呀？解剖，啊，解剖。那我还积极的推荐大家看南京农大我们侯哥出的那本。外科骨科手术通路那本书啊，你一定要，你要搞外科的必须要买一本那本书，他们那个通路给你写得很清楚。这个呢，就是说啊，把它切开以后呢，实际上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它这个啊，把桡侧伸肌、直筒伸肌，知道这两个肌肉，你的这两个肌肉的这个肌缝打开。把桡侧伸肌往前拉，直筒伸肌往后一拉，就能把这个啊桡骨暴露出来，不出血，它不会出血。你像我们做这个股骨手术，如果你要随便针的话，15分钟就20分钟肯定完，因为你打开了，按照正常手术通过打开了以后打针那是很快的。当然用股板骨折的话可能费一点时间，但一般的情况下股板骨折会慢慢的。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基本上骨髓针就髓内针的骨折呀，不牢不好。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用骨板，骨板是比较好。但是手术通路是一样的，不管你用什么，我们看一下图。这个呢，大家录像是可以看，就是这个几块肌肉啊，你把皮拉开，避开神经血管就行了啊，就能完全可以把这个桡骨的暴露出来。这个。通路啊，主要是这个啊，桡尺的伸肌和直筒伸肌是两个肌，它就在它那两个间隙之间把它拉开就行啊。还有一点，我们在分离组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分离组织的时候，像我那天在我们半边做手术的时候，这个桡尺骨骨折，我们大家要清楚，因为它的小型骨很多啊，小型骨很多。它的骨头是很细，有的跟我们这个腰椎笔芯差不多。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狗的这个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全部跟踢肉一样把它踢得很干净，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有好多为什么造成骨不愈合，是吧？骨骼上的血管血供应是靠什么？这个都知道吧？它是靠附着在骨骼上的这些肌肉，然后进入骨骼的里边这个滋养孔来营养这个骨头。一般骨头上的血管没有了，它使什么长？特别是小大狗好一点，小型狗你一定要能不把骨骼上面这个肌肉踢掉，能保护你要尽量保护。有的我们只把上面这一层对合好了以后，只把上面这一层骨骼分离，这个肉分离开就行了，下边我就不动了。你把它对好，赶紧上上骨板就行了啊。因为上骨板的方法，像这种小型狗一定要离它的骨折线远一点，最好用交接的骨板。不要在离骨折线很近，哇哇哇打几个螺钉，这样呢，它血液供应也会受影响，也会造成骨折。所以说呢，这一点呢，我们大家要记住，不要把骨骼上的肌肉踢得很干净，要保护组织，这组织必须要保护。这个第一是，你像有好多你做了手术，有好多做手术造成骨不愈合的，很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骨骼没有营养，没有血液供应，是吧？所以就出问题了，不长好。这个图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这不是啊，实际上这个书上都有。从这个肌肉的间隙啊，从这个肌肉，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手术通路，是吧？我们桡骨是前外侧，是吧？如果你做桡骨手术，你在这边一切。那就很麻烦，你这通路就没法打开。所以说呢，就是它这个切口定位呢，就是从这个这个关节啊，到这个关节前外侧，这就是它的通路，你打开。但是这里边要注意神经血管，你不能看到我的皮肤切开完了以后，下边有的头静脉、头这个动脉什么都这，你把这断掉，那是不允许的。不允许。一般的这种情况，你要保证它的大的神经和大的血管的这个完整性不要损伤，你损伤了以后它会出现问题，有的会造成肢体，你断了，有的你不小心断了以后，这狗下腿的下面，它会很长很长的时间睡。甚至可以，如果你打包这个带打绷带打得不好，它可能会造成血供障碍，会造成下边的肢体坏死。所以神经血管尽量还要保护啊，这样。晚上侧啊，神经这种神经，我们从这个间隙把它打开，把这个晚上的神经往前拉，把这个这种神经和这个往后一拉啊，这个骨头就出来了，它也不出血。我们可以看啊，这种神经跟这个啊，我们神经，你把这两个肌肉分开，这骨头就出来了。不要说我看到下边这个肌肉，我拿着刀我就把肌肉从肌肉纵向切开，所以把肌肉给它断了。这是不是我们外科啊？不是我们外科大夫要做的这种手术。它这种通路很好打开，你只要那。分开以后，拿着这个骨骼骨，找着骨头，拿这个骨骼的器稍微上下啊一分，往一拉就出来了。找着骨折线啊，哪折了，把那骨折线找好，把它对上，把骨板固定上，打上眼就行。这个只能讲，现在咱们只说这个通路啊，只说这个通路的问题。像这个手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做外科骨科手术的时候，不要。就是长骨手术啊，长骨手术不允许断肌肉。像你要是说做骨盆手术啊，这个有可能会有肌肉骨折，小骨折。就是长骨骨折啊，像股骨骨折，你断不着肌肉，你断肌肉的话，证明你就是操作不当，操作失误。这跟肌肉没关系，你就从两个肌肉的间接缝里边把它分离开。它就完全可以进去。如果你把这肌肉断掉，行不行呢？肯定更好做，但是不是我们需要我们受过
就这样的人来这么做这个手术，这是错误的手术。长骨手术大家就基本上不会断肌肉了。这是一个正常，这个切开皮肤以后，切开皮肤以后，我们看到一个正常的这个肌肉，啊，正常的这个肌肉，啊，我们所找的这个切口的位置是在前外侧的这个地方，把这个伸肌往前拉，把这个伸肌往这边拉，下边它就是它的一个桡骨，啊，这肌肉也很好看，它能一竖一竖能看得到。这个是我们手术的这个区域啊，下边的我们切口可以往下切啊，因为这种狗的下边的下三分之一甚至干骨和骨折是很多的啊，这个切口的位置呢，中间的我们就在中间切，靠上面一点我们就靠上面一点，下边一点的你就在下三分之一切开啊，这个是根据 X 线片显示的骨折的这个部位啊，你的切口的位置你选择一个正常的一个切口位置，这个切口位置是我们好的切口位置，我们这个切口位置就直接是吧，在对着这个病变部位是最近的部位，这个切口位置是对的，是对的。如果我们下三分之一骨折，我们切口在上面，那你到最后做来做去你还要整个的话，所以说呢，我们根据它的这个骨折的部位选择这个合适的切口。现在这是一个实体，这是骨体，这个是我们看这张图也就更清楚一点。卵巢的神经是这块肌肉，这个支总神经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的这个点的这个白点的部位啊，就是我们叫分离这个部位啊，把它剪开，把这块肌肉往前拉，把这块肌肉往后一拉，是吧，拿着玻璃纸把这个骨头稍微分离一下，这不疼痛就出来了，没有什么可能的啊。如果我们从后边拉，这个疼痛就麻烦，因为这个肌肉它有一束缚，它会挡着你这个疼痛。所以说，通过我讲了以后呢，你的这个疼痛呢就按住以后，桡尺骨骨折，如果我们用骨板把桡骨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骨板，固定比较牢固的话，尺骨可以管；如果我们把桡骨复了位以后，尺骨你不管它，它会自然复位。啊，这个原理大家去慢慢做。如果桡尺骨折，我们把桡骨复位了，完全复位，100%复位了，尺骨自然会100%复位，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像尺骨上端骨折的话，我们要做这个尺骨的这个一般的下边远端的桡尺骨骨折，我们只把桡骨做上就可以，尺骨可以保。这个更清楚一点啊，看这个，这个骨头，把这两个肌肉分开，不就是这个骨头啊？这个很清楚，就按照这个做这个啊，同路去做就行，没什么难的，一讲一看，你就知道怎么做啊。然后这折了，我们用复位钳把它复成位，拉上钢板啊，上边。没什么可以难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事啊，你可以分离的很长啊，可以分离，这都没事。各种部位放的骨板啊都不一样啊，像远端的话，假如离得很近，这个地方很近是吧？这像这地方骨折，我们可以打这个 T 型骨板，小的 T 型骨，我们是下边这个骨骼器的那种脉啊，像我们中心横纹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的体，各种型号啊，自己去选。像小的这些，像桡尺骨这些特别小的小口，你用一个很大的骨板打上去，那是不行的，
它远端比较远，是吧？我们这边搭两个捕捉钉，上边呢搭几个捕捉钉，啊就可以。然后呢做一个包扎，也可以啊。各种部位捕捉都有它这个固体和固定这个钢板的位置。这是假如说这个啊，尺骨啊，尺骨固定，这个骨骼呢有好多不一样。像我们以前做的像这种，桡骨分离，跑了，尺骨完整。这时候我们做怎么做呢？没不需要特殊的去做，就在这个地方，啊，打一个螺钉，啊，打一个孔，啊，用拉力螺钉，啊，把它附上用拉力螺钉，就一个螺钉就可以把它叫了。有些时候我们做骨折手术的时候呢，根据各种情况，它这不是死的，是活的，嗯，是活的啊。这个啊，放骨摆位置。像腕关节骨折的话呢，可以用这个把它做一个腕关节固定术啊，把它做一个腕关节上面搭好了，把它都打齐。因为它有些地方呢，像这些骨折，它也伴随着有韧带啊，韧带的撕裂、韧带的断裂。我们打一个骨板，把这韧带呢，把它打两个牙也好，打两个钉也好，固定上。像肘关节骨折啊，肘关节骨折。不是肘关节脱位，建议大家啊，如果脱位脱得很严重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切开复位，把韧带给它修补上，是吧？一般的都是用人工韧带。如果你不用人工韧带修补上，你就算给它复上位，我只是脱位脱得很严重的情况下，你复上位以后它还会疼，是吧？所以说肘关节脱位的话，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必须要切开复位。特人在加固啊，这个是就是实体啊。打骨螺钉的话呢，我们这个呢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根据自己这个情况，像远端骨折，因为这片子照下来照出来是这样，实际上你在实际做的情况下，这个范围是很小很小的。但是我们在打骨螺钉的时候啊，在像这种小型狗啊，小型狗远端，我们最少的不能少于两个骨折。这两个骨折钉我们在拧的时候，包括你打孔，是吧？打孔是吧？公司甚至掀骨折钉的时候要很严格。骨折钉啊，跟骨钻头的选择，骨折钉跟骨钻头的选择，大家一定要注意。钻头必须要小于骨螺钉的直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你不是我2.0的骨螺钉，我用2.0的钻头去钻这个孔，那这个螺钉肯定掉，骨板肯定掉，这是不对的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这以后我们再讲其他的带来的问题啊。像这种骨折啊，我们现在提到骨折的时候呢，现在又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骨折。我们现在如果说在长骨骨折，在我们眼睛直视的情况下，我们整体知觉异常，我们整体直觉异常。什么叫直觉异合？直觉异合呢，就是不形成骨架。因为现在我们叶志臻老师，我们俩现在已经讲的课的就是，如果在像这种长骨的啊，这种长骨的骨折，当然这个不是啊。对它有这个罪。长骨的横断性骨折，我们用加压骨板把这两个骨折断端，把它100%复成位，就对得很严密，啊，它不形成骨架，长得很快，几天它就会断。如果像一般的粉碎性的这种螺旋性的，有好多你不能直接愈合的话，那你。做骨板的时候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提示，现在以后你们做这个骨折，尽量啊，它这是骨折线吧？这骨折线呢，我们尽量要骨螺钉离它远一点，特别是小骨啊，特别是小骨。我们这个敲接骨板，到了中间这骨折线，我们就其他用几个螺钉把它对好就可以了。如果小型狗，我们打这骨折钉打得很近，打得很密的情况下，它也会影响它的骨髓的这个正常的这种啊
正常的那种血型呢，他也不长，因为我们知道这狗腿很细，啊，很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敲接部分啊。肱骨骨折，桡骨骨折也是很常见啊，很常用的一个方法，很常用的方法。大家呢，咱们讲的是通路，没讲的固定，通路大家知道就行。刚才我说的那种，啊，桡骨骨折的通路，你起码直筒伸肌、直板骨伸肌这两个肌肉你必须要记。这个怎么记啊？看解剖书。虽然我跟你讲了，你还要在解剖书上好好看一看哪块肌肉是，哪块肌肉不是。这个通路呢，实际上也很简单，像肱骨骨折跟这个股骨骨折。是我们在做长骨手术里边最简单的一个手术，最简单的手术，因为你基本上伤不着它的这个神经，像小的血管那是无所谓的啊，像小的分支血管断就断了，就是大的那个神经血管，基本上我们伤不到，我们都会给它躲开，因为这个什么情况，我们做内固定手术，我们这个手术是在我们眼睛直接直视的情况下。神经血管走向我们都清楚都知道，这个就是说远端肱骨的大肌筋向下，啊，这是肱骨远端外科，是吧？这个切除，看图，就是这个图。这个头静脉呢，我们实际上像这些小的分支的啊，像小的分支这些，如果影响你的手术，你可以结扎，你可以捏转，都可以。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大的这个，像这个桡神经，它在这个下三分之一，这肱骨的下三分之一这部位，我们看到，上面看不到。基本上像这个神经，我们可以把两个肌肉的间隙，把它拉开。把两个肌肉间隙拉开，他就把它躲过去了，伤不到。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是说我发现这个东西，我拿剪子啪一下就剪断了，是吧？是把这神经剪断了。你把这个神经剪断了以后，这条腿基本上就废了，那没法走路，是吧？所以呢，这个神经的血管呢，我们尽量还是保护的。这是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头静脉和神经切口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切口的位置。打开这个皮肤以后呢，筋膜什么都给它分离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桡骨筋、肱骨筋和桡骨筋。桡骨筋的位移的这个肱骨下三分之一啊，肱骨下三分之一就是桡骨筋和肱骨筋下三分之一部位，这个不要伤害。沿着桡骨筋和肱骨筋、桡骨筋的交界处分离，这三块肌肉，你能看到它的肌。这个肌间隙，沿着这个间隙你把它分开，用拉钩将肱肌和 B 三头肌向后拉，把 B 二头肌往前拉就行了，是吧？但是这个呢，你必须得找这个肌肉间隙，就跟我们这个股骨手术似的，我们要把股外头肌和股二头肌这两个肌肉间隙部位必须找到，找不到的话，这手术出血就很多，做不了。这个呢也是。肱二头肌找着，是吧？三头肌和这个肱肌呢，他们这个间隙你找着，往前一拉，往后一拉，那个骨头就白白的骨头就暴露出来。这应该是，实际上应该是很清楚的，很好做的。你只要找着这块肌肉，把 B 三头肌往后拉，把 B 二头肌往前拉就行了，是吧？然后我在讲股骨的时候也是，像股外头肌往前拉。是吧？股外头肌往前的股外头肌往后拉，它就股骨就出来了。这个也是呢，臂二头肌往前拉，臂三头肌的往后拉，就这么一个简单问题。你找这个肌肉间隙缝就行了，不要着急，要详细的去辨认。如果你做这手术做的多的话，像我拉开以后用剪子就是唰唰一分，它就出来了。如果你不熟悉的话，要慢慢的在这里。像你们如果不太熟悉的话，你的切口可以稍微拉得大一点，你把肌肉呢辨别的清楚一点。
这样就很容易就到了。千万不要断肌肉，不要把肌肉切开，你把肌肉切得越多，这个通路也不对，还是长不大。那你做起来以后，在肌纤维里边做这个手术，那血呼啦的，那是成功率就很低了。如果你找着这个肌肉，我们做这个骨折手术，它因为不出血，在于肾也很干净，我们做起来以后很顺手，所以说呢，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懂得这个经络，懂得这个经络。所以说这个呢，还有一点呢，我们把这个骨折部位暴露出来以后，我们在做内固定的时候，不管你是用什么钢板，不管你用什么钢板，大家必须要塑形，因为骨头不是像桌面这样那么平的，骨头都是有弧度的，甚至有弯曲的。如果你骨板不按照它正常的那个骨的那个生理结构，这骨板不按正常的生理结构去和它塑形在一起，那你打上这个骨板以后，这个骨头会变形，甚至会凹出来，甚至会旋转，甚至会扭转，这样呢，你打上这骨板，它已经把它正常的生理结构的那个力学发生了改变，是吧？有很多一部分它会造成什么呀？一个是骨板断掉，因为这个力大家都一定要不要小看它的自己这个力啊，一定不要小看它自己这个力。有好多我们做，就是我们做的很好的手术。像有的这个狗在25天左右的时候，啊，25天左右的时候，疼痛也没有了，是吧？骨板也已经疲劳了，是吧？当这个时候不注意保护的话，这狗蹦跳使劲的话，骨板怕就折，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塑形的话，塑好形的话，这种概率就降低了。如果不塑好形，是吧？它的这种后遗症就是会多。再一个呢，你如果你把这个骨头啊，是本来是弯曲的骨头，你用平面的骨板打完以后，它会这边会翘起来，中间会出现这个三角。它在填充，是吧？它在增生，它在形成骨架，这个时间就很长啊。所以说愈合又慢，后遗症又多。所以我们在做骨折内固定的时候，不管什么地方的骨头啊，不管什么地方任何一个地方的骨头，你都要把钢板进行塑形。不塑形的话是不符合我们操作流程的啊。骨板和骨折的放置要紧密接触，禁止骨板和骨出现间隙，这个是不行的啊。像这个翘起来什么弯下去，这都不行。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要用这个矫形器，我们这个骨科器械这个是吧，都有这种矫正形器，是吧？但是在需要的话，大家怎么去看？这个要不能少的东西。你不然用手，你用手捏捂那个钢板，你把它变成形，除非孙悟空可能差不多，你没那么大本事。所以说呢，一定要这个是不能省略的啊，一定要保证。像这个有一个这个形啊，这个像这种骨板啊，这是塑形骨板。塑形板，像它用于这个关节，我们要把这个骨板，啊，要围成这种形状，让它和它紧密连接，打上。还有这个，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骨板塑成这样的形状，因为这骨板是直的，我们把这骨板直的放上去以后，我们用骨螺钉照样可以打上，但是这地方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三角，出现这个三角以后，它这个力学就发生变化。那这个也是啊，都是这纸都是塑形啊，都是塑形。所以我们这骨板放上去打上去以后呢，这骨折线啊要完全对合，100%把它对合在一起，这样才行，才是我们想要的啊。这种程序呢，千万不要省气。大家看到了吧？这个肌肉就很清楚啊，股二头肌、三头肌和这公肌。我们这个间隙就从这儿打开，把这两个肌肉往后一拉，啊，这个肌肉往前一拉就行了。这个我们在实体上呢，你们可以去慢慢去。
去揣摩，去摸索。这三块肌肉必须要记住。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拉下去，你把这个公鸡和这个三头鸡从这个前进也不行，因为你拉不开，因为这个肌肉做到点是吧，是在臂骨上。这样我们拉开以后呢，它整个这个我们从这就从这个地方打开以后，这肌肉一拉，它整个就可以把你这肱骨完全给包了，这个是不能瞎来的，必须得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要掌握就行了。这个图一放，大家心里就更清楚了，知道怎么突入，怎么去打开。这个就这样啊，我们把它拉开。实际上，这个神经啊，这个神经基本上是按不到的。把它打开以后，两块肌肉一拉开，我们可以就把骨板可以放在这里，把骨板往上一放，看它哪地方是翘的，哪地方我们用成型器稍微给它整下去，然后骨板和骨头放上以后，完全接触了以后，我们用这种复位钳把这骨板卡住，然后就远端啊，是远端远端打，甚至近端近端打，把这骨板放下去，然后肌肉一封锁，实际上没那么复杂，就这么一个简单过程。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要掌握这个第二头肌、公肌和三头肌，这个肌肉的间隙你要知道就行。实际上这个不出血，做这种手术它都不出血，你按着肌纤维你就伤不着血管，因为大家肌纤维跟肌肉跟肌肉连着是肌纤维嘛，那个筋膜嘛，我们把筋膜给它用剪子稍微一挑开一扒就出来了。如果说你做这个手术，你把这个血管啊，把鼻头这个动脉给它切断，那就不行，一定要讲要看，不要说特别鲁莽、特别什么的去做。我们做这种骨科手术呢，如果你做到一定程度，它是一个艺术，不是一个鲁莽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有好多这个医生做的手术的话，就是特别鲁莽，不管什么弄了，但也不考虑这个螺钉。也不考虑这个骨钻，是吧？我们该用皮质钉的用皮质钉，该用松脂钉的用松脂钉，该用拉力螺钉我们用拉力螺钉，是吧？这都要考虑到，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为什么叫你做完以后呢？照顾师这片子有一个特点，让你自己看着就特别舒服，这样才是。不然做完了一照啊，错着位，斜的，是吧？骨板和这个骨头出问题了，这个就不太好。那你再补救的话呢？有的可能也很好，有的能够补救过来，就是固定外骨骼打时间长一点，有的可能就会出问题，甚至骨板骨螺钉会松动，骨螺钉会掉，骨板会折，会出现这种问题。这是神经啊，你看一下这个没有，就刚才我给你们讲的那个，就是按照那个图录，那三块肌肉你给我记住了就行了。我赶紧放一下这个，像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实际的一个骨折侧位、正位，还有正常的正常的骨正常的骨，我们可以用它做尺子来量，在你的 DR 上你可以量它的直径，因为这个这么量，这个地方量就在你的 DR 上，它是1:1的，你一量就能把它量出来。这个地方是按这个以这个为标准。不要以他的标准，以他的标准来量，选择骨板选择。然后呢，成型，这骨板它是成型的，因为它肱骨它是弯的嘛，是吧？有一部分是弯的，把这个骨板放上拧上。简单的把这肱骨骨折再跟大家说一声。这个实际上这个切口呢是很容易切口定位大转子到膝关节外侧大转子到膝关节的外侧，
切开皮肤，菲律宾亚筋膜，是吧？把阔筋膜张肌剪开，下边是阔筋膜张肌，把阔筋膜张肌剪开，这可以锐性的把它剪开。阔筋膜张肌剪开以后，下边就是什么呀？股外侧肌和股二头肌的这个间隙，这两个肌肉。我们从股外侧肌和股二头肌这个间隙打开，啊，把股外侧肌往前拉，把股二头肌往后拉。下边就是股，这个手术如果你顺利打开的话，5分钟就能打开，一下就到了，没有多余的动作。像我们做手术，我要求我的学生就是干净利索快，比如我拿一个刀拉两下，或者拿个剪子再弄一下，这个没有，就扩筋膜张肌你啪一下一个剪上就完了呗，一点一点慢慢嘚瑟，那也得把它剪开。所以说你这一剪着剪着，下边把股二头肌和股外侧肌这个肌缝找着，是吧？一分开一拉就完了呗。所以说在你手术熟练的情况下，这个操作比较熟练，解剖比较清晰的情况下，这个手术是很好做的。就是说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啊，就是这样，切口的位置啊，切口的位置，这是一个消毒上不讲了。像我们做这个手术的话，以后这里边需要讲的东西太多，包括创新，包括消毒，怎么消毒，怎么样防止感染，因为大家都应该自己以后慢慢都应该清楚。这个就不讲了，看一下就行了。我们做这手术先把它消毒好，我们的手台都有这个架子，我们先搁起来，行吗？先第一层呢，先用普通的；第二层的绷带都是我们经过高压灭菌的，交给术者去处理的。像膝关节手术什么的，像这些手术什么的，我们都要把这个腿放在创筋上面。放在创筋上面这条腿，我们必须要彻底的隔离，不能让它有污染。阔筋膜张肌啊，阔筋膜张肌它是在皮肤这个。整个肌肉从最表面的一层了，啊，那个我们可以剪掉，这是股二头肌啊，这是股二头肌，我们看一下股二头肌这个位置，它是股二头肌，实际上你们慢慢捋就是，它起于坐骨，是吧？然后呢一部分指的膝关节，一部分指的跟腱，所以说呢这个解剖大家已经必须要清楚，不就解剖不清楚的话你没法做这个啊。这是切口的位置，打开，啊，阔筋膜层，阔筋膜层就不要，阔筋膜层可以缝的，阔筋膜剪开以后，我们闭合的时候可以把它缝在一起的，那个表层的那个没事儿。股二头肌是吧？股外侧肌，啊，这两个肌肉这个黄的这个筋膜，从这儿拿剪子稍微弄一会儿就打开了。筋膜啊，把这两个筋膜一打开，沿着它的肌肉把它分开。看，这是股外侧肌啊，像阔筋膜张肌把它剪开了啊，阔筋膜张肌我们看这个就不要了，剪开。然后呢，股外侧肌跟股二头肌这个往后一拉啊，这股骨就出来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股二头肌和股骨之间的这个部位有什么呀？还有坐骨神经。很粗的坐骨神经，那个有的骨折的时候，像横断性斜骨折，这个骨折的尖往后扎的这个情况下，你要检查，它会不会把这个坐骨神经已经刺断了？如果坐骨神经刺断的情况下，你要跟你的这个动物主人要告诉他，你必须要告诉他，是吧？你说这个神经坐骨神经它已经自己把它刺断了，如果你不告诉他，不跟他说，手术当中不跟他说，等这个骨折长好了，这腿不会走。他会赖你，甚至把手术做坏，所以我们有时候做手术的时候一定要跟动物。我们有过这个问题，打开一看，坐骨神经完全是被这个，因为它是斜骨折嘛，它很利的，一下就把坐骨神经给切断了。但是它有骨折的情况下，你做疼痛反应，因为有时候不是那么太明显。手术当中我们就告诉说你这个骨神经断了，我们是没办法，我们可以把骨头接好，但是神经断了，
愿意做就做，一般的动物人都做，做完以后回去以后这个还是不行，但你要告诉我，不然的话监控啊。分开以后就是股骨，股骨呢，如果我们把它对合完了以后呢，把骨板撑上去一放，就行了啊，就基本上就，基本上就可以，这骨折手术基本上。但是还提示一点的话，就是骨折手术的时候呢，以后我们再讲，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讲这个骨折成功的因素都哪些需要注意需要弄，因为我的课呢就一个小时，没办法，我讲不了这么多，所以说呢只能讲这个，下次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不能耽误人家时间太长，是吧？只能讲到这，没有下边很多的东西呢，这不是我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说这也不要了，以后有机会的话，你咱们再详细的，是吧？谢谢大家，我知道。潘老师的讲座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专业。现在呢，我们有问题的。有疑问的提出来，潘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重点一点，不要时间不要太长，抓紧，好吧？要有问题的举手。有问题就说，没问题咱们以后再说也行。对，好，你来吧。我们回答三个问题。潘老师刚才讲的那个股骨折那个切骨折，把这个坐骨神经刺断了，你怎么解答？你打开把这个拐头筋往后一拉。能看到一个很白很白的一个，这个能看到，就是在没有打开之前，没有打开之前，主要你从这个外观上看它的反射，反射弱，但是你可以提前，反射不明显，不明显的话，你可以跟动物先说，如果在手术当中你因为手术当中你在你眼睛直接看着嘛，你看到它断了，你就告诉他，你可以把它，让它戴上帽子，穿上衣服，让它看，这个神经断了，我接不了。对，那个神经，坐骨神经是绝对不能伤害的啊！大家要记住。第二位，有问题吗？基本大家都听懂，这个东西很简单，很简单的问题。先看两个。好，以后有机会，咱们的关节什么其他的，包括神经啊、脊柱的什么，咱们再慢慢谈。因为时间问题。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潘老师的讲座。潘老师呢，他是这个，在那个最尖端的，就是有些难做的，我们平常做不了的，手术、诊疗，可以再跟潘老师联系。我就不知道，就是我想的话哈，我们平常的话有一些主人呢、也是肯花钱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咱们做不了，还有潘老师在后面，对吧？我们转到北京去，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跟着去学嘛，对吧？大家说好不好？好。那么这个呢，就说我们想把潘老师的，至少是他医院的座机电话嘛，能不能跟大家公布一下？你们一个是可以搜一下恒爱企业微博，你们恒爱医院，我们通讯里边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叫恒爱企业微博，你们搜一下。另外一个我医院的电话是6291-2123，6291-2123。你们需要进里边的微博什么的，我们有好多的手术的东西都在这里边。6291，北京的啊，零幺零。对，区号是010。6291-2123。我不在的话，你可以找。6291-2123。